你想学好英文吗？这支486翻译笔旗舰版可以让你一路从幼稚园用到研究所。我们以前采访过医学系的学生，他用这个翻译笔来翻译大量的很难的医学专用名词，里面的单字高达350万，很难的俚语、很难的单字没有问题。特别要强调的是片语，因为片语通常不是一个字，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动词加一个介词啊，或者是两三个字组成。那你一般很低阶、很烂的翻译笔，或者是你用一些网络翻译，它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翻，它没有办法翻出片语的意思。但是我们486的翻译笔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把片语翻出来，真正的读得到英文的意思，而且它除了英文很厉害，也可以直的刷日文，横的刷韩文，翻译非常的精准，特别是没有网络也可以翻译，所以在离线的情况下刷这个翻译，它相当于英文检定的8级程度。你说这支翻译笔是不是很厉害？如何使用翻译笔来做学习呢？它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重复。我现在帮大家做示范。I heard the song on the radio。那它有一个按钮，就是按这个原文。I heard the song on the radio。你可以一直按，听到你熟悉为止，而且它还可以转换它的速度。其实速度对于英语学习来说非常重要。当我们还是一个初学者的时候，你只要调慢它，你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。还有一个好处是，它也可以矫正你的发音。I heard the song on the radio。你看，它马上帮我打分数。5颗星星，我得到了4颗星，而且它不是只有这样子帮你打分数而已，它可以让你听见你自己的声音。我们来给你看。I heard the song on the radio。所以你可以比对刚刚真人的语音发音跟你自己的发音有哪边有落差，听力进步也可以让你的口语能力变好。所以重点啊，它这么棒，你可以直接刷英文翻成中文。最关键的点在于486团购的版本才是繁体中文。很多买到盗版翻译笔的人都会跟我们抱怨说，欸，奇怪，我看这个英文也看不懂，然后看这个简体中文也看不懂，这个翻译笔是在翻什么东西啊？那你不就是白买了吗？记得哦，要买翻译笔一定要上486买正版繁体中文，还有最棒的售后服务。享受最优质的售后服务，就在486团购。